不错。这么香，怪不得你那么爱吃呢，平时。起来，金娜，起来，起来，听话，快起来，金娜，起来，快，快。干嘛，金金？又看老爷，说吧，有什么困惑？大又有事儿吧？今天不吃饭是吧，金子？怎么了？本来挺饿的，每天喂吃的，然后老了一位，今儿还装蒜，鸡肉也不吃，狗粮也不吃，吃肉条也不吃，最后老了急了，拿那肉往脸上啪一拽，立马就吃了。哎呦，其实他想吃知道吗？但是就是得让人多哄两天，他也觉得好自己吃个饱。来看看金子的各种表情，惬意、疑惑、害怕、告状、一般生气、非常生气、高兴、非常高兴、生无可恋、委屈、装傻、思考、想吃东西、猥琐、不知所措、理直气壮。你学一个上次你金子哥哥咬嘴唇妈妈给你看过那个，你记得吗？就是拿牙硌着一边出一个那表情，你给我看看，你不是会吗？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你还能再像一点吗？你再学的像一点。
奶，我怎么一照您，您就不自然，您都给金子吓着了。呵呵当你一直顶着狗狗看。上个月在家门口的草丛里发现了一只生病的小猫，它用弱小的身躯坚强地撑在花坛里。你还好吗？眼睛怎么了？我找不到它的妈妈，就算找到了，它妈妈也不会治病。这么热的天儿，它待久了肯定不行。不管怎么样，先带去医院治病再说。啊、哦，我救你，我救你！你有一个月吗，宝贝儿？你好小啊，也就几天。我让我老公回家拿个纸箱子过来，他以为我要走，用小手紧紧地勾着我。我想这就是缘分吧。我不走，我救你，我救你、不用勾着我。小家伙眼睛虽然看不见，但是真的挺有劲儿的。我费了半天劲才给他装到箱子里，结果箱子他也不愿意待，我就又给他放出来了。我感觉这小家伙好像很喜欢我的样子，一直往我身边跑。停好车往医院走的路上，他就一直这样挂在我的衣服上。到医院给他做了全面的检查，医生说眼睛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，需要住院治疗一段时间。看着他眼睛肿到看不见周围的环境，只能无助的叫，弱小的样子真的让我莫名的心疼。我跟他说没事儿啊，咱们治，你眼睛很漂亮，一定会好的，放心吧。然后他居然安静了下来。起床后我打算去医院看看小猫，我发现在我捡到小猫的花坛旁边有一只大猫在守着，我猜想这应该是它的妈妈。你的宝宝在医院呢，它生病了，你又照顾不了它，你照顾不了它，所以就我来照顾它，然后等照顾好了你们就可以见面了，好不好？听我解释完他就乖乖趴下了，但是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不信任。晚上回到家，我发现花坛旁边又有一只大猫守着，我估计这是他的爸爸。啊啊，对，就你俩，肯定是你俩的孩子了。这一看就两口子，跟那个小花颜色也对得上。今天我跟你说明白了，对吧？那你跟你老公说吧，啊。在一个月的精心治疗后，来看看现在的小猫吧。没错，我们收养了它，它有了家，也有了自己的名字，叫妞妞。每天有金子的陪伴，有公主的照顾，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。没事儿啊，咱们治，你眼睛很漂亮，一定会好的，放心吧啊。又过了几天，我听到窗外有猫叫，就顺着声音找出去，原来是妞妞的妈妈。他看到我来了就乖巧地坐下，盯着我看了几秒。你孩子的病治好了，以后就让他跟着我吧，你放心吧，你要是愿意我也可以连你一块收养了，怎么样啊？然后他头也不回地就走了，再也没有出现过，也许他是放心了吧。